特区政府将会举行连串活动庆祝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八周年。特区政府官方庆祝活动分别在听日朝早八点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以及十点钟在旅游塔会展中心举行特区成立八周年招待酒会，而下午两点钟就会在澳门运动场举行万人演唱会，晚上在旅游塔对开海面会发放烟花。邮政局亦都会发行澳门特区成立八周年纪念封，并且为居民加盖纪念邮。